Bora, Maia.我们红旗一区的朋友们，来掌声再次来点有没有？谢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我们的乐队为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。那在我们刚才的45分钟呢，让大家尽情的感受到了我们爵士的那种浪漫以及那种节奏感的愉悦。然而，同样呢，也感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游客以及观众。那稍后呢，我们8点15分呢，我们澳门歌手郑少华将会为大家带来918的个人演出，请期待。什么？听我说了一天是吧？好意思啊，听我练了一天，我没记住你的人，但是我记住你的衣服了。我看着好暖和。 新人年纪比较晚，你看7点才下班。那个小品种都差不多了。 但是绝比贝贝便宜很多了。我建议你看那个爬是很大的爬。这个小伙子的话，15到20天，把这些加上。不要，这太不明显了，太明显，要远。